今天戴这个耳环超 Q 的，超可爱。下班，好天气，好天气。黄金单身工程师同学们，当天还有人在机场。The next day。vlog 都已经出到快二十集了，然后影片还没出来。你把别人好几次，哎，怎么这样？你的第一次还没出来，怎么会这样？好坏哦，这样偏心啊，算了。